科举都变得不公，那我们寒窗苦读十余载，为的就是什么？许兄，我知道你委屈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你给我出来，快点！云帝，我现在想明白了。 帝之仗势欺人，敌我们就如同蝼蚁一般，阵阵欺凌，践踏。许兄，但这并不妨碍，许兄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维护我。 心中的正义，少爷，陛下小心！不成，陆远，徐兄，徐先生，徐正策，不成，少爷，徐兄，徐先生，你只要留你的命在，就可以翻案。你要死了，可就什么都没有了。 臣为不公，公愿不成，科举黑暗，滔天腐败，三年。 三年又三年，一朝兴亡终成空，满腔热血，报国无门呐！今日我徐清策愿以血溅春闱，唯愿肃清。 能有我命时，还科举以公平，还天下学子以公道，宁纵必之折断的剑。 大夫，我家小姐怎么样了？啊，病人没什么大碍，是因为长期思虑过度，再加上受了刺激，一时郁结于心，血气上涌所致。我开个安神补气的方子，给病人服下，等他醒了就好了。那太好了，大夫。哎，
谢谢大夫，我去抓药了。我去送大夫，大夫，我送您出去。 少爷，哎，少爷，你去哪儿？他们姐弟二人这是怎么了？等小姐醒来，若她想说，自会亲自告诉殿下的。殿下，宫院也起火了。 失职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徐清策居然真的这么有骨气。此人是宁哲武安之人，就算今日逼迫自己受这个委屈，来日也不会受本王用的。但此事势必会闹到皇上那边，殿下派人烧了贡院，是不是太引人注目了？如果藏不住的话，就把证据毁掉，别让他们查到我们头上来。那太学的祭酒那边要不要一并处理掉？ 此人倒是无妨，他最多只能证明徐清策试卷被人换了。就算他不说，徐清策也说了，他已经让整个汉京都知道了。是。九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徐清策试卷被换，宫院起火，是否都与你有关？ 但周御史，你说是为了军中腐败，而如今你却又为了什么？我是为了自己。二哥，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。殿下，齐王再这么查下去，我们恐怕会很难办的。 宫院已经烧了，他找不到证据了。可是殿下，如果他再这么查下去的话，就想办法拦一拦。但是切记，不要伤害他，不然的话，本王唯你是问。是。 擅自剥夺我的功名，我满腔热血被你就地掩埋，陆安然，你会有报应。徐先生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快把林夕给吓死了。林夕，快把小姐扶起来。来，小姐，小姐，下麦药吃了。来，冬青，是我杀了徐先生。 这怎么能怪你呢，小姐？如果不是我，母策就不会选中徐先生，他现在就是风风光光的状元了。小姐，你别这么说。当时林夕还在青芒手上，你也是身不由己，你别这么说。是为了我，小姐，都怪林夕，小姐，对不起。 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小姐，是我害了小姐。
林欣，起来！你别这样，起来！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起来！你起来！你别这样，林欣，你起来呀！我不起，小姐。我这双手，如今沾满了徐先生的鲜血。亏我还自以为是，沾沾自喜，认为能够改变别人的命运，却不曾想，他原本有着大展宏图的计划，他不该受此屈辱而死。小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别自责了。冬青，徐先生每日都坐在窗边读书，我相信他这十几年，他每一日都是如此。你说，我怎么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把他交到穆泽的手上？金榜题名，至少可以了却了他这十几年的遗憾。你说我在做什么呀，小姐？小姐，你别这样。冬青，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剥夺别人的人生？我有什么资格认为这样就是保护了别人？小姐，小姐，这不怪你，小姐，小姐，这不怪你啊。齐王殿下，我们小姐郁结于心，还没有缓过来，请您不要再下去。殿下，下去。林夕，冬青，下去吧。齐王殿下，你方才说的剥夺了他的人生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被别人威胁了，还是被别人蒙骗了？这偌大的汉京城，你初来乍到，被蒙骗的，这很正常的。你是被我二哥逼的，我知道，他为了拉拢严尚书，把严子云和徐青色的卷子给换了，加上灵犀在他们手上，你也迫不得已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徐青色就是我推荐给庆王殿下的。不可能，这不是你啊！没有人逼我，我就是为了立功机关算尽。即便许清策是云儿的好友，可我丝毫没有手软。谁让他满腹才学，无根无辙，是偷换试卷的最好人选。乱人，那是一条人命！是你们想用就用，想扔就扔的棋子。当初孤注一掷要救冬青的是你，牺牲自己抓高承贤的也是你，现在科举考试舞弊害死徐青策的也是你。这才是真的你呀！我会好好弥补他们的家人的。现在在你心里，人命也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了，是吧？
当场呕死，只是吐了一口血呢。果然啊，你还是铁石心肠。如今我看你还怎么演这一出姐弟情深的戏吗？殿下。 时人不识凌云木，直待凌云识道高。先生的大名还未登于皇榜之上，诗人也不识先生。我又有什么理由在这里羞耻下去？看来季九也是爱叔之人，真是令人钦佩。想必季九定然知道我落安然来此的目的。这是那日徐生来找我墨的文章，你把它拿去吧。小姐所求之事，老夫帮不了。
为什么？你可知道那徐生状告的是严尚书的公子？你让我出面作证，岂不是让我与严尚书为敌？还请陆小姐不要为难。季九，我知道此事确实为难，但真相若就此被掩盖，那徐先生的死不过是一出寻常闹剧，他在公元前的泣血碑上便只是风言风语罢了。但是徐先生文才斐然，有着经世治国之策，可如今他遮头盖面死的屈辱，一个清白的读书人怎能安心于九泉之下？云儿，齐王殿下，殿下，我有证据。证据？徐兄就是荆轲状元的证据。当时一考完试，我就带着徐兄去了太学找季九墨卷。当时季九还说，徐兄一定能中三甲。徐兄墨的那张卷子现在就在季九家。先生，方才跟着齐王殿下的人带回来一条消息。徐荆策曾在季九家墨卷，陆云引齐王，二人前往问询。齐王殿下已经过去了，是不是要速速禀报殿下？原先这祭酒说与不说都无妨，但齐王若是知道了事情的原委，恐怕他只会为了他自己心中的正义，白白断送了咱们殿下大好前程。那可怎么办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帝王之路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怎能有妇人之仁？先生这是要……季九留不得，齐王也留不得。真是天赐良机，有了这个借刀杀人的机会。云儿，云儿，云儿，你又来找我干什么？你之前是不是带着徐清策去找了季九墨卷子？你怎么知道？亲王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，正派人去杀季九。什么？我原本是想去告诉陆安然的，但你知道的，他根本不相信我。哎，你别说是我说的，不然他还是不会相信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陆安然，你那么爱多管闲事，这次你只要去了，刀剑无眼，你必定不能活着回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齐王殿下，怎么回事？快跑！
是那个。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还好还好，文章还在，文章还在，文章没事儿啊。陆小姐，这位是？他是清河帮帮主沈长青，我应该让沈帮主护送您的，是我疏忽了。啊，见过先生。护送所谓何事？啊，说来惭愧，陆小姐亲自登门，请我为徐清策证明。老夫怯懦，不愿惹事。多亏陆姑娘坚持。若今日未遇到这波凶徒，老夫此刻已经在御前陈情了。是我考虑不周，让您身陷险境。哎，姑娘不必自责。老夫难得能在这行将就木之年，为了大义挺身而出一回。还要多谢陆姑娘，遇之以礼。才不至于让老夫抱憾终生啊。您严重了。老夫明日必入宫，向皇上言明真相，还徐生公平。我陪您一起。好。慢点慢点慢点。今晚我就守在这儿。你们大可以放心，祭酒缺一根汗毛，你们拿我试问就是了。有话好好说，闹什么别扭啊？走了。回家把药上了，化脓就不好了。哎，我就算第一次没有接触，你再给一次不就好了吗？忍一下啊。要擦就擦啊。你知道我刚才快死的时候想什么吗？
我在想，太糟糕了。我们上一次见面还吵得面红耳赤，如果我就这么死了，结局好像就没那么圆满了。而你呢，就在我的灵前设上三炷清香，如果回想起来上一次见面还是不欢而散，会不会心里还是会有一些遗憾？你到那个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所有你不愿意让我了解你的衷肠，在这种情况下告诉我也无妨？我没什么苦衷，你想多了。你刚才明明……你想多了。我以为你是为了保护你们陆家，才将与我二哥的盟约看得如此重要，才会做出来换试卷的事情。可现在，你为了徐清策，就可以冒着与我二哥为敌的风险，置你们之间的盟约于不顾吗？你来汉京城，不是为了与二哥结盟了，对吧？安然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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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我不该逼你，你不想说就不说了。你现在心情也不好，我也不该心急。但你答应我，不论以后遇到什么事情，让我帮你。这是徐清策在张榜之前磨出来的。回陛下，老臣已向上人头担保，这篇文章是春闱结束当日徐清策磨的。禀告父皇，这篇文章和儿臣评选出的状元文章一字不差，宫院的其他考官也可以作证。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偷天换日，还火烧贡院，真是无法无天。徐清策以死明志，血溅春闱，为的就是还天下学子以公平。恳请父皇顺应民意，下旨彻查。川儿，朕命你不惜一切彻查春闱。谢父皇。殿下，是本王点破你，还是你自己说呀？还请殿下明示。先生昨天派出一队暗卫，今日未归，你是以为本王不知道吗？还好本王派人到九地府上慰问，才得知
九弟受伤了，这是为何呀？祭酒毕竟是人证，未免夜长梦多，蔡某便自作主张派人去处理他。只不过没有想到，九弟竟然也去了。属下始料未及。沙区缺一个老头子，要派出一整队人马，还是说杀祭酒只是个借口，而利用当时的混乱让九弟命丧当场，这才是你的本心吧？殿下，齐王以心生异心，如果殿下对他再包容的话，到最终只会害了您自己的。你再说一遍。就算殿下今日将我斩于剑下，蔡某也只会后悔，后悔没有成功。你说什么？殿下这一路走来何其不幸，人人都以为齐王是殿下的左膀右臂，但在我看来根本就是错火机器。帝王之路如若行差踏错，那将万劫不复。殿下若做不到的事情，蔡某愿意替殿下去做，蔡某只愿做殿下的垫脚之石。本王警告你，再伤害九弟，本王砍的就是你的脑袋。是。徐清策一事已经上达天听，触怒龙眼。不过本王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。你派人去处理了严尚书，将此事嫁祸到翼王头上。遵命。外面都传疯了，说严尚书畏罪自尽，生前刘叔指证翼王之前通过科举的事情笼络他，还抖出了翼王好多其他事情呢。这亲王殿下自断臂膀，他是果断得很。小姐，咱们还是赶快离开京城吧，这个地方真的好吓人啊。很快了，只是在此之前我们要将徐先生遗体从京兆尹府领回来，好生带回苏城安葬。嗯。小姐，翠翠来了。王妃请陆小姐过府一叙。她找我做什么？小姐，陆欣然已经将徐先生的遗体领走了。什么？他带着我直接就去了，我实在来不及通知你们。徐先生的遗体呢？坐。姐姐，我们俩之间有多久没有这样好好喝杯茶了？不是时日长短的问题，而是有无必要的问题。你说吧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是我亲自给你倒的茶，如今我是什么身份，你又是什么身份，你没有资格拒绝这杯茶。那便多谢秦王妃了。陆欣然，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如今你拿这些跟我耀武扬威，实在是可笑。你信不信，只要我愿意，明天我就可以拿回这些。真是痴人说梦。这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我都如数家珍，怎么，敢不敢跟我赌一赌啊？你究竟要说什么？
你院子里有个狗洞，我建议你还是堵上，不然进来什么不正经的人，靖王妃可要小心了。我看你八成是在外面看到的。那便说说你屋里的，我总看不到吧。你晚上是不是偶尔还会听到人的呜咽声？你害怕吗？镜台边的窗户开合总有吱呀声，得滴些油润一润才行。靠窗摆着一张帘榻，是少见的玉石板制成，你见识少，想必只是嫌它太硬罢了。你屋里还有一扇鹿草木夹斜屏风，平面由剑南的绫罗制成，四个平面大概六头鹿吧。你真是疯了。我说了，这里原本就是属于我的，你好生待着就是了，为什么平白要来招惹我啊？说，你要徐先生的遗体干什么？是归尘。